古人云，知也无涯，苦必无涯。人若思忆强记，便是一种痛苦。好在那时他已失忆，心中所存的只是十载前那场邪火。他却不知，一切皆因他而起。承应39年10月初8，寒露。魏秀当值，诸事不利。九鼎之乱后，灵州列国动荡，诸侯争锋，暗流汹涌，乾坤倒转，兵险相连。而荼毒万民的，又何止这些？宗主，看来夸与国这一郡之人都已经自作孽，不可活。宗主之意是？宗主是说，夸与国平日一向骄奢淫逸，那国都云阳自认堪比天子的望帝城，终究引来了战乱大发。此番怕是有亡国之危了。如此说，这里便是危邦了。哼，危邦又如何？我等做的是随意买卖，总不会如眼宗那些酸人，去说什么不履危邦。火发赤牙，言多必失，国造之人，命皆难救。谨遵宗主教。什么人？果然追来了。这什么东西？有药？哼，这里果然有神。药，真的是药。这天地正邪，诸邪回道，这恐怕不是人。见邪，众神有愧。神伤。吃。明魁，雕虫小技。天地正邪，诸邪敌道，执意见邪，敌丧神伤。无量关，诸位善性莫慌，这女妖就交给毕方，今日见价，降妖只收10株天子钱。
何？诸位善信，毕方开价还算公道吧？十株天子钱，那就是1000文。你这野方士想敲竹杠？既如此，那就先看看你的本事。宗主，此人必是个神棍。来了，又来了。善信大可安心，毕方童叟无欺，这小妖便由我无名宗穆宣想了。无名宗，毕方知道了。青狼，你安心看，那小妖就在。给我行事。是把纸剑，定是这一带屋宅破败，怨气横生化此来，劫力必不会超过3转。你还是多留心吧。这是御驾阵。小妖竟然会御剑呢！退！小妖物，看你如何破我法阵！来得好！什么？天地正行，诸邪敌道，执意剑行，敌丧神伤。屈服法力，外加3张劫符，换10株天子钱，毕方这买卖还算不亏啊！怎么会？双重的至阳劫力都治不住这小妖？你还叫个小妖？这下要蚀本了！青狼，你快啊！刚刚不是还得意吗？再丢几张符呗！手动不了，还有空说这个？快啊！没香品，没力气。入了望定城，就给你买上等凝虚香。信你一次。青狼，你怎么不除掉他？你只让我救你，又没说除掉他，还是用天龙面打回原形吧。天龙面一日只能驱使3次，刚刚已有1次。
身外化身，执意剑袭。难道他是敌丧神伤？万法玄宗，诸道奉元，天奴面。虚无实相，实无虚窍，果然逆时。还是得用三次。这是全宗的墓志铃。勾罪拿人，无关人等速速退去，以免殃及池鱼。终究是有这一天。世人命运交错，或许皆为歧途。行之亦远，谬之亦深。我与他的歧途，便由此相识伊始。且慢。你是何人？敢挡全宗勾罪？无名宗门下十八代宗人穆轩起手了。无名宗？这么说，随意也与尔等宗门有关了。他们是随意，废话太多。等一下，他们不是你。手下留情，他们
宗门之人，当真要插手？他早已不是人，你何必伤他？这几人已是。赤明勇过度服食赤髓，而致身心俱腐，由人化妖，若斩其身，便会形神俱灭。原来你都知道，那你为什么？他们的名字被录在勾罪簿时，就应该形神俱灭了。全宗愚蠢，是为善恶论事，天下岂是非黑即白？以善恶之论做一家私企，妄待公判。妄议全宗，大言不惭，当杀！好，那就看你能否杀得了。江湖术士也要学全宗多管闲事吗？全宗之事无需外人插手。髓有三分，紫金两品，乃供诸侯士族养身。但赤髓实为害人之物，又名赤兽丹，灵州列国国府皆明令禁止。风闻髓商贪于巨利，驱使髓意隐秘流运各地，便是你等所运之物了，是也不是？是又如何？交出赤髓，随毕方到本地国府领罪。蠢！髓不乱人，人心自乱。世人贪鱼，反归罪于外物，可笑。援兵已出，大捷即开，本座无心陪蚂蚁嬉戏。不好，快避开！
人皆可救，已是愚昧。赤髓的妙用，就凭你们，当下还不配知道。是青丘国的姓胡，竟甘愿做了赤玉国的玄兵。哪还有什么青丘国，早就成了烂坟荒冢。本座不做玄兵，难道要做劫灰吗？如此说来，与你同脉的就是凌云。你连本将军的声音也听不出了吗？上将军起手焚营，想不到赤玉国当真动用玄兵。难道忘了昔日天子所言，诸侯相争不离一战，玄兵乃灭国重器，已历数十载不出宗庙，方有天下太平。今两国有何仇怨，须动如此干戈？本将军不知你说的是哪代天子。九鼎之乱后，天下再无一战，玄兵当不当出，如今已出，你只说当下便罢。上将军难道以为夸羽国身居西南第一邦国，竟无玄兵镇国吗？本将军自当见识一下，夸羽国玄兵是不是一具废铜烂铁？玄兵一出，生灵涂炭，赤羽国军当真执迷。你若怕吗？只需交出夸羽国一件物事，本将军即刻退兵，并保你夸羽国十年无虞。上将军意欲何物？灵书。赤羽国军令，交出灵书，免你城破国灭。灵书乃夸羽镇国之宝，恕难从命。既如此，本将军说不得要动动筋骨了。此剑严明，是赤羽国师公孙陀三年心血所炼，今初见天日，用你来试剑，再好不过。既如此，本座奉陪。法急如令，渠如听诏。知此大争之事，刀兵不休，方应的一众方氏宗派争相入室，一展所长，令列国纷纷纳贤。唯全宗特立独行，坚持义道，不是加官进爵，反为诸侯不屑。但那是全宗的道，却不是他的。彼时他自己尚且不知道在何方。原本答应了少管点闲事，多攒些钱布，香品都两天没有受用了，说我修为低，又不与我相匹，怎么提升劫力？如今区区一只明魁，修为也能接近周天境三转劫力了。又在背后编排秘方了。
这是什么地方？神阙慧光，众生始昌，心无所载，以何为章？剑，我的剑呢？十位央西，君心蒙昧，疏灵玉溪，亲临正位。十位央西，君心蒙昧。疏灵玉溪，亲临正位。十位央西，君心蒙昧。够了。疏灵玉溪，亲临正位。已经为他吸尽了痴迷之气，如何还不醒？总算醒了。足下感觉可大好了。此地是何处？一介全宗游畔时，总不会忘了在逐浪郡做了什么吧？青狼，不可唐突。想不到一个降魔伏妖的术士，自己去豢养妖物。足下言重了，青狼是……不必多言，这次不与你计较。足下是要去追……全宗行事与其他宗门无关。你这人好生无礼，白白给你治愈，不谈回报也罢了，怎么还……青狼，不可。才一株，小气。全宗有律，敛身护命，酬金三株天子钱。宗门游畔不欠常情，但你坏我名魁，扣下两株，当你赔偿。如此两清。全宗。出上气，神奇降息，女凭公阳，姿玉灵七，法通天号，众生和息，复寿扶桑，眼脉玄机，煌煌大道，节度生息。三公主，快走！锦贤，出了什么事？少司卫庞宇参见三公主。你们想做什么？回禀三公主，末将奉我王之命，特请公主移驾来仪殿，有要事相商。王兄召见有何等要事，请要杀我内殿长随？这长随和天机教乱党勾结，想要对公主不利，末将便代为处置了。近日王城内天机教作乱，我王颁下律令，但见乱党格杀勿论，还请公主见谅。御驾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有何证据说杀便杀？哼，一个长随，公主何须心存挂碍？但我王明令，宫内不得存有禁书。这上皇古迹是禁书之首，公主还是先担心自己吧。你，且听末将一言。哼。欲盖弥彰，抓人就是抓人，哪来这么多闲话？什么人胆敢擅闯王宫内殿重地？既知是内殿重地，尔等身为外城禁军，一样是擅闯，你们又该当何罪啊？你是什么人？如何进来的？三光同辉，扶桑木威，天机千会，地临正位。什么？天机教，他是天机教的乱党啊！这
乱党在此，你们还等什么？你也知自己是禁军，弟兄被杀，仇人便在这里，还不动手？你要？既然你没胆，那只好我帮你。在下天机教西秀奎木子，奉教主之命，敢请公主移驾碧教总坛千惠台，有要事相商。什么？为青丘早化成了残垣，未想到还有族众尚存，可喜可贺。倒过山又好到哪里？你还不是也钻了这副躯壳，被人当做顽铁来用。本座受一方奉养，辩护一方苍生。昔日在倒过宫亦是如此，不比青丘国。历来涂炭生灵，终究一切皆是劫报使然。既同为玄兵，难全此身。本座索性便助你，死生俱灭。
你练出了扶摇。玄兵皆在毕节，欲杀你独立难支正是时机，否则若无必胜把握，怎会贸然攻进邦国腹地？是苹果，好谋划，冤谋远略，决胜千里。本座最后送你一程，免去你做玄兵的无边苦楚。幻法玄宗诛到凤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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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幻法玄宗诛到凤元。快停下！你这妖人，你有什么用处？若想保住幸福，便应即刻遣使向我夸与国帝交降书，从此称臣纳贡，两国永结盟好。否则不出一时三刻，幸福便会元神脱体，化为顽铁。你这妖！还望上将军三思。国师且住，王上口谕，命国师即刻收兵，与云阳城外恭迎王驾。天法有常，行止有道，万物生息，彼此相催。然一切飓风劫难，皆起于屏幕。驾！驾！禀报君上，居王帝城还有十里。宜当速行。诺。报陛下，赤羽国君云皇觐见，正在殿外候召。你说什么？羽翼人没听清。回禀陛下，是赤羽国君云皇前来觐见，人已在殿外。
云皇，于一人可有颁诏让他来朝见？未曾，陛下未曾颁诏。那他厚的什么诏啊？未经奉诏就私入望帝城，地位何在？臣在。八部诸侯不经奉诏就私入王城，地位说说，该当何罪？依臣之见，是与国君无罪。怎么会无罪啊？礼崩乐坏啊！哎，酒饮大乱，乱得王臣不分了。是啊，这宣。宣侍御国君云皇入殿觐见。国师且住，王上口谕，命国师即刻收兵，御云阳城外东迎王驾。参见我王，长公主。国师，国师无需多礼。王上还叫他国师。可是，此事并未查实。阿姐你。以公主之见，该当如何处置？王上不必忧心，此事早已查实，本公主自有定算。灵隐，你可知罪？长公主容禀，司马府报来敌军急袭，灵隐唯欲玄兵迎敌，诸举皆受王命，一持鸾符，不知长公主所言之罪是何事？王驾当前，还敢狡辩？灵隐不敢，请长公主明示。好，很好，那就给你个明示。庞宇可曾回来？回禀长公主，庞大人尚未归军。既如此，那将天机教乱党带上来。不。跪下。公主，这是何人？王上莫急，即刻贬职。快了，就快了。问。喂。前面那人，你认不认得？认得，他便是夸与国师。不过真名并非灵隐，而是百禅。白禅，就是传说的那个白禅。不错，就是那个大方士白禅。什么？国师是白禅？白禅是谁？白禅你不知？就是十多年前万宗论道的天下第一大方士。啊！白禅，传说他不是归隐失踪了？大方士，白禅，怎么会是国师？16年前昭明冤万宗论道，一人力压显宗十脉。可谓是风光的很啊。敌国兵临城下，长公主不若先行处置敌虏，诸多前尘往事，容臣还礼。妖人，你说谁是俘虏？你
说，本宫倒真还忘了，这汾营将军乃是本宫请来的贵客，何来敌军之说？你犯下大逆之罪，还妄图避实就虚吗？什么？公主，这赤玉玄冰是公主请来的。不错，夸玉君近年来养尊处优，本宫邀棘手知名的上将军前来，就是助我邦国以验军力之强弱。如今看来，果然已有朽木之弊，千里之堤上毁于蚁穴，再不从严治军，才会真的引来敌兵，彼时便有亡国之危。此番有劳汾营将军助本宫练军，自此夸与赤玉两国更应和睦会盟，强强联手，岂非大幸？承蒙夸与长公主相邀，吴国军已传谕，末将自当效力。只是公主莫要忘了当初承诺。上将军安心，待将反贼拿下，本宫必受信怒。长公主，我军以肉身凡躯抵御玄冰，方有败局。但不知臣刚刚俘虏了姓胡，又作何说法？你不过暂时守住了正宇门，但上将军妙策，子翼、玉敖两门外皆有赤炎军兵臣实力，你以为抵得过赤炎弩阵吗？原来长公主也早有谋划。当然，此次不止练军，还要铲除你这谋逆国贼。公主，国师究竟犯了何罪？何罪？就凭他军前隐名，勾结天机乱党，便是死罪。勾结天机将，就凭他也配？说出他与天机教如何勾结，本宫可免你一死。白蝉，你也有今天，我天机教和你势不两立，你当年与我教主什么？这是三观后悔，放虎归，天机千回，地灵生回。来人，给本宫送出刺客贼党，将白蝉先行押入天牢。定会护公主平安到达千回台。风脉定穴，强弩劫掠，这便是你所谓的平安？是。公主此番去碧教总坛，只因教主有要事相商，绝无一分休息。刘星，放了我，自行离去，或许还逃得掉。公主安心，凤鸣军在我手上已折损十余人，无需罢了。法与剑，百丈之外自取他人要害，为何要对那女子下此毒手？君要臣死，与你何干？吃了豹子胆，敢与禁军动手，无异与邦国为敌。暴政，全宗有令，杀！
在右前，定坤弓射艮尾。力斩不赦，不错不错，赤玉国连赤炎军都用上了，夸羽王这次面子大得很呢。赤玉国竟出动赤炎军，夸羽国与你们有何仇怨？上将军有令，若有车驾出城，必是夸羽贵胄，一律拿下，听候上将军发落。若是拿不下呢？若擒拿不下，便当力斩。本宫便是夸羽国三公主，宁死战报国，也不会成为阶下之囚。原来是公主殿下，果然捉到一条大鱼，不得伤他，将他拿下。喂，天机教护法在此，恐怕你们拿不下他们。天机魔教不足挂齿，斩了他，拿下大鱼领赏。喂，原来有天机教在此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不错，为何杀我？侵犯邦国，毁郡灭县，全宗有令，当杀。全宗愚昧，天下失道，你杀得稳吗？全宗游判石敬。天机魔教妖言惑众，煽动民乱，全宗有令，当杀。象棋人生，天下斗闹，便犹如人生气脉紊乱，混沌无名。但国乱险中，道废存人，置之死地，必存后生。你说当杀？不错，魔教乱国，全宗有令，当杀。全宗如今势大，立了显宗名位，便能以一家之言定天下之罪了。全宗铁律，令行天下，平邪治乱，当义不疑。好气壮，与律宗一般的口气。但律宗有法与剑，全宗凭什么？全宗无常物，唯一柄千玄剑斩尽奸邪。哼，剑是好剑，可惜人却不行。人如何不行？持剑所以者，竭力也。法与九窍游于诸脉，你九窍都未开，一身虚力，何以持千玄剑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你周身一丝竭力都没有。师父，看这天象，电闪雷鸣的，却又无飓风暴雪，怪得很，还是尽早找个落脚处为好。师父，您玩出什么了？天象有变，风运兴山之位，三光同辉，时机将至，天下国将大乱。是天机教常讲的三光同辉，地灵正位，但如今天子已灵正位，灵州如何还能再乱？这乱子十年前就埋下了，至于如何乱，你且到时再看。知道了，师父。
哎，你能知道什么？连老夫这个瞎子都知道，前面就有酒肆了。陈云皇参见陛下，浩德昭昭，天子万年。哦，是赤羽侯啊，许久不见，可安见否？谢陛下挂念，臣体安康。如此甚好。帝位何在？臣在。羽翼人向来糊涂，不大记事，帝位通晓朝政，可知羽翼人近日曾有颁诏换诸邦国君入朝。回禀陛下，望帝城近来未向任何诸侯国颁布入朝诏令。这诸位曾召便入朝，往年可是谋逆大罪。是啊是啊，赵刚若废，天下必乱呐。对啊，灵州社稷自托付诸卿，治国事务繁荣，于一人与诸卿亦向来难得一聚，不知赤羽侯此时入朝，所谓何事啊？臣为奉诏入朝，原因死罪，但事出有因，还望陛下容禀。青侯一向贤良，自然有因，无需多礼。于一人在听。臣近日得有异宝，急于进献陛下，故此失仪，望陛下明察。青侯忠蠢，于一人深明，只是不知宝为何物啊。回禀陛下，此物名为灵书。灵书。青侯乃一方重臣，无需多礼，平身答话。谢陛下。青侯说这河中所成之物是灵书。回禀陛下，确是灵书。难道便是天下皆传的那个稀世奇珍灵书玄机？玄机？莫非陛下也听到了那些坊间传言？青侯之意，此灵书非彼灵书了。回禀陛下，此灵书为臣亲自督造而成。督造？青侯是说？此宝光芒太盛，惊扰圣驾，稍事即可。秦侯所成的究竟是何物？禀陛下，此物是臣下的上造府新制，其内身蕴玄灵，可化为竭力，取代散神精元，大可驱动玄兵，小可驾驭魁位，有此神效，臣便称其为灵书。驱动玄兵？玄兵不是要散神附体才能？这么小的一枚珠子，竟连玄兵都能？你说什么？有了此物，臣近年进献给陛下的木甲魁位，战力便可提升数十倍。至于玄兵，也可不再受散神资质所累，战力均可一统。
赤玉国近年来甲兵强盛，玄兵魁位不计其数，今又添得如此宝物，当真可贺。帝位谬赞了。说到兵士，臣尚有一不情之请，还望陛下英明。清侯尽忠献宝，大功一件，要何封赏，但说无妨。谢过陛下，臣斗胆想请陛下赐一道发兵诏书。你是如何看出来的？我族自有旺气之法，九窍之力蓬勃，气血必有外扬，而你并无气力溢出，想必是……都说朱越数玄，原来你不是列国氏族。哼，原以为全宗上亿是八十一族奇论，未想你们也分氏族越族，真是高看全宗了。唯其非其，无有不其，行者坦荡，言无忌忌，有对魔教之人，吾为族论，一体诛灭。说得好，眼宗的话都能用上，满口魔教，那就见识见识你等正派显宗的虚力。你暂且留步。你是与我讲话？不错，全宗有判依令惩奸，乃是明刑而非暗诛，既你在此，便劳请做个人证。殿下莫急，等在下收拾了这个榆木脑袋，自会带你前往毕教。你们相斗与我何干？我自当做个人证，证我如何拜斩正派显宗。这么快就想弃剑投降了？是。虚空御剑。早听闻全宗有御剑术，但你明明无一丝劫力，如何能御剑？与你无关，方才你奈我不得，此番该轮到我了。这是小心雷火。雷书令剑，天机教妖术。天教令剑，教中奇句必有要事，公主见谅。教内急务，在下须先失陪，待打理周全再来接公主同行。你莫再回来，否则我真的要逼人相向了。魔教中人见了全宗之剑还想走？全宗的榆木脑袋，你真正要去的是望帝城，还是先办你的正经事去吧。你如何知道？你知道的不知道的我都知道，不过我要先走了，有空再陪你说。恐怕你走不了。魔教妖人遁法逃得好快。你要去望帝城，
能否带上我同行？你是在与我说话？都说沧海难料，人心难测，乱世本起祸心，而祸心却未必发于初念。驾！驾！驾！青侯刚刚说什么？余一人未听清啊。臣斗胆向陛下讨要一封出兵诏书。啊，这成何体统啊！上殿面君讨要兵诏，简直闻所未闻啊。哪里是讨要，分明是……殿下，陛下，我灵州定国久矣，诸侯向天子讨要诏书，闻所未闻。臣深以为，如今灵州社稷依赖朱清平定，青侯要出兵诏书，何用？天下大治乃陛下之功，臣不敢妄居。唯独夸与国，视其王侯之民，玄玉矿藏之富，骄阳跋扈，且常以西南第一邦国自诩，借兵强势胜，扩张国土。但列国聚其玄兵犀利，皆敢怒不敢言。夸与玄兵犀利，赤玉侯当真会引以为然？帝位大人有所不知，夸与玄兵不同凡物，其四玄之首的渠儒早已练成神风扶摇，立刻排山倒海，扫荡千军，列国皆闻之色变。啊！青侯的话语一人听懂了。青侯是要出兵讨伐夸与国，替于一人清君侧，可是此意？陛下圣明。青侯方才谈起夸与玄兵犀利，又如何当其锋锐？陛下不知，臣已收降青丘国的信胡，位列诸玄兵之首。素闻青丘群胡竭力皆能达到玄天境，赤玉侯竟能降服。全赖国师公叔陀谋划有方，才能擒住此狐。气宗公叔陀，气宗，这原来气宗在为赤玉国效力啊！怪不得青侯如此笃定，无惧夸与玄兵了。臣上造府新置木甲魁位三十家。也与灵书一并进献陛下，检测在此，请陛下点阅。你这是要逼天子？赤玉侯原是有备而来，佩服。好了，既然青侯出兵的心意已决，帝位，臣在。你诏就按青侯的意思写。这陛下。不可呀，陛下！陛下，这陛下三思啊！哎，陛下圣明。秦侯啊，臣在。夸与国并非孱弱，他们若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彼时秦侯又当如何呀？陛下难道不知，这世上万物？在玉碎之前，皆为瓦全。臣摇拜君上。什么人？国师神师所教，
慌什么？驾好车便是。诺。驾。驾。先生好谋划，有了天子诏书，此次夺取夸与灵书，便师出有名了。君上误解老臣了。误解？还请先生解惑。此次攻伐，老臣特命上将军与夸与长公主封林琼密通书信，知其朝堂正逢内乱，封林琼为夺国师灵隐之权，不惜暗中策应，并献出灵书。原来如此，先生大谋。此番灵书得手，三年内必可建成溃兵。彼时君上锋芒已露，若无天子诏书，究竟难以起兵。三年，先生之意，三年后再去求诏，便无法接近天子驾前了。三年之后，君上便能以一国之力扫灭夸禹，其余诸侯又怎敢让君上再入望帝城？先生这般说，三年之后即可灭夸禹，一雪前耻。正是。陛下令，群臣退朝。帝位，今日之事你如何看？这是何物？陛下，这是斥候发回的密报，赤玉国出动了信虎与赤炎军，击败屈辱，夸与长公主于城下定盟，已将灵书献出，更借机囚禁了国师灵隐。好犀利的赤玉侯，内外策应兼备，这里来求出兵诏书，那边攻城之战都已经了结了。陛下认为这诏书是为了给攻伐夸禹一个师出有名？帝位以为不是。陛下诏书并未言明出兵之日，而夸禹已经献出灵书，当下赤玉似乎无需再战。你的意思，云皇求诏会有更大图谋？陛下明断，看来筹备之事要加快了。九隐之乱至今不足四十年，他们就已经忍耐不住了。陛下明察，他们所惧的无非是彼此玄兵势均力敌，但若是哪一国玄兵竭力可超群绝伦，均衡之势便荡然无存。看来赤玉国如今应是有所成了。如此，余一人料他三年之内必然起兵，届时就是今日诏书之功了。陛下明断。既如此，令师自当加紧工期了。诺。果然幻宗的大宗衍之位，终归还是帝位最适合不过了。臣不敢妄想，还是要师父。帝位，还有两件事于一人想你去办。其一，我要知道被夸禹视为国宝的灵书是否当真献给了赤羽。其二，夸禹国师灵隐究竟是何人，能令夸禹宗族忌惮？诺。我为何要带你去望帝城？夸禹被赤羽国无端入侵，本宫，我要入望帝城面见天子。敌国兵临城下，身为公主不该回城护国吗？
我若以夸与国特使之名紧急觐见天子，天子必发诏责罚赤羽，敌军就能退去了。那是你夸与的国事，与我何干？可你是全纵游叛士，本应……本应什么？刚刚斩除的几个赤羽兵就算是帮过你了，我还有要事。我不知如何去望帝城。律三，群宗一道，人以力行，德以身行，仗义行侠，门下皆准，无为不胜。你怎么知道全宗的九阴九律？行吗？别以为通晓一点律条就处处滥用，全宗行大义，无小人。仁义并无大小之分。此地临近中山，你要与中山狼讲仁义。中山狼？中山危急，终有山狼，诡诈妖靡，时弱必强。没听过？杀了他们，才是行侠仗义。但你之前对那些赤羽兵也……总之，杀生便是不仁。九阴九律里没这些。你若聒噪不休，就留在这儿陪狼群。你，这里距望帝还有多远？已经走了三个时辰了。白罗羽兽日行百里，入夜前到望轩酒肆歇脚，明早入城。酒肆？我不去酒肆，我要直接入城觐见天子。也好。那你就以公主之名深夜闯宫吧。你全宗